在恁蛋的心腹肚仔内底咧赚钱呢，无看我跋偌济的输偌济啊！你是真好大胆，竟然敢走来才找我！先生，你手上放个棒棒棒，我今仔日为着这件代志，已经恐过十几年啊，今仔才拄出来，讲实在已经走投无路，只有你。 只有你才会当收留我，给我一个机会呢。可何你机会？想要给我机会，当初是你台湾的时候，是安怎唔给我机会？先生，今仔日你若无阁无收留我，我真正人工安怎出去，安怎死都唔知。希望你，希望你会当收留我，阁给我一摆机会，好唔好？你放心，你今日来收留我，我一定对你作死忠的。死忠。 你这种有可能对人私中，我一颗向天就抓。今日我所讲的话，若有半句差错，我甘愿出去外口叫雷公讲死。好，你若不相信，啊，无即阵我还你。阿伯，起来。 你今仔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拢要把我记得较详细。从今仔开始，你这条命就是我的，知无？是。嗯。青山啊。 哪条声啊？哎，那啦，迄花大哭哭啊，迄花点伊也死翘翘。啊，死去你毋是真欢喜？嘿，我会哭咧，啥物讲欢喜啊？迄花吼，拄仔好我甲顾，啊好我甲疼惜哦，破了毋才会水。啊，人都无咧疼惜啊，疼惜甲花去，花去花吼连连是着我。好啊，好啊，你这是咧讲啥？ 我咧讲宏源呐，宏源吼，迄拢互你毁掉去啦。好啊，啊，遮侪年啊吼，我毋是咧讲啊足清楚，我甲宏源无可能。无可能？哦，啊无你甲阿秀也都有可能去哦。阿秀无可能，啊你嘛知影，伊早就甲我记错。阿秀甲你记错，啊你记错宏源，啊到底啥物人欠啥物人，啊你是要拖偌久啦？啊，但阿秀要甲我讲啊。 伊讲吼，阮第一工伊嫁阿我开始，伊心肝内有敢若熬过一个。啊，我嘛尊重伊的意思啊。啊，宏源，心肝内嘛是有你尔，啊，你是安那无尊重人？是啊，哦，啊，这总共一句话，可能阮两个无缘啦。宏源甲你无缘，要无是啥人介意？ 无，敢会是单君刚？你讲宏源甲单君刚？是啊。啊，你嘛所知影，单君刚会做人，伊有一个赤白白某伫咧。万一宏源若嫁，也毋着敢若一朵花哦，落伫个牛屎堆的，互伊咱立立立立个喙高高。你甘忍心？阿母啊，你妈咧搞操烦，这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。那也无可能。我甲你讲，宏源的心吼、哦，已经碎啊。
尽心嘛啦，伊目睭吼去烟雾啊啦，啊耳孔也臭耳人啦，啊目睭若无看吼，耳孔无听的，啥物戆代志，伊嘛做会出来？袂啦，啊你嘛知影，方云是读册人呢，啊是有理智有知识个人，即款戆代志吼，伊袂做啦。你确定伊袂做？系啊。伊心肝真软啦，人讲两句好话吼，伊就真简单，去互骗去啦。喂，啊，是是，对，吴经理，看我无伫。喂，啊，吴经理啊，哈，歹势歹势，阮等下是无伫咧啦。啊，是是是，伊若转来，我就甲通知啦。哦哦哦，再见再见。还在偷钱？是啊。啊！伊就咧问你钱的代志啊！有够啰嗦，实在有够啰嗦。我若是有钱哦，早就害伊啊！有需要伊安尼一日到晚敲电话来咧甲我催钱，袂输咧讨命。喂，喂，是太太呢？讲我是。喂，太太哦。都阿伊无伫咧啦，真无伫咧啊！妈，我若敲电话来，伊就无伫咧，我不是迄队啦。妈，讲啊，什么代志遐无用啦？无啦，安怎啊？啊，一看你就讲。我，你是要安怎？无你即马是要安怎？你甲我听清楚，我叫遐个债务逼到强要起痟，从今仔开始，莫阁敲电话来甲我作作，我无迄个时间，当尾还甲你高高滴，哦。无一项顺利，逐项都失败。本钱拢欠要赔了了去。是啊，大个，你看咱这衰运吼，一直对咱脚床后壁咧行，刮拢刮袂走呢。你咧讲个啥物笑话？啊？啥物叫做衰运拢对咱后壁？我无咧信你。一个，哎，你知影这一切为头到尾拢爱怪谁袂知？江青山啊！一个江啊青山，我实在想不到，伊安尼规身骨从头到尾，敢那拢生目睭，甲我定调调呢。我以前开交警的时阵，派人来甲我抄；我走私会，伊也派人来甲我抄。阮一步拢无法度脱离伊的控制。卡在，我特别拢闪了叫，无叫暂停。对。咱若无打破伊顶世人的金刀暗，而且咱平常时也无甲伊拍啥物招呼，啊是安怎伊要顶咱顶甲条？伊毋放我锁，我嘛无遐简单就放伊锁。哇，晓得啦。啊，毋过伊是警察呢，而且佫有证物互伊做靠山，咱是要安怎甲伊搭只搭个家啦？政府了做扩散，又搁是要安怎？我是，你刚刚听人讲，要拍船，拍七寸。江青山的七寸，早班的叫我抓到。啊，江青山的七寸到底是啥？喂，对，是邱老师。邱老师，您好。
谢老师，找我有事。嗯，随便聊聊。陈先生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你笑过呢？那是因为我的心里笑不出来。我觉得啊，平常你心里充满了太多的恨，如果你能把这些恨拿掉，让自己轻松下来，你就会快乐起来了。陈老师，我们认识也应该有好几年了吧？有件事情我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一次你见到我都问我同样一个问题？如果我们不认识也就罢了，但既然相识一场，我总觉得我应该能够帮助你，让你快乐一点。我快乐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如果我们每个人做事情都要对自己有好处，这世界就太不可爱了，不是吗？在我觉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钱，做任何事情都很快乐。你真的相信这样？不是说我相不相信，事实就是这样子。只要有了钱，就有快乐。没有钱，见人就矮三分，你不觉得吗？如果你不择手段去赚钱，这样你也会快乐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江青山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干嘛要提他？他不是你男朋友。我希望你不要把我跟他扯在一起。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江青山有没有告诉你说我不是好人？我自己会决定好人或坏人，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。那你觉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觉得这世界上啊，没有一定的好人，也没有一定的坏人。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你要怎么帮助？我希望能够帮助你，心中多一些善念，少一些恶念。你是不是要我剃头出家，然后立地成佛呢？陈先生，我希望你不要误解我的诚意。我很谢谢你的诚意，如果你真心想要帮我的话，麻烦你去转告江先生，请他不要处处跟我作对。他干嘛要跟你作对啊？这个你要去问江青山。我在想，可能是因为以前我和文秀那段往事，相信你应该听过，就是为了那个原因，所以他特别的恨我。江青山应该不是这种公报私仇的人。邱老师，江青山为了文秀的事情六亲不认，心比铁还要硬，这个事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才对。我是觉得很奇怪，江青山为了文秀的事情恨我，也许有他的道理，可是他对你这么无情，我实在是搞不懂。陈生，请你不要再提他了。邱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不应该提起你不高兴的事情。太太一直要找你啊！我死个在找你，啊你，你是在创啥啦？你把我关了嘴是要创啥？邱老师，你不知道昆刚是阮翁婿。陈烟，告辞。喂，邱老师，
我问你喊我安尼创啊，你袂回答我。邱老师，邱老师，坤刚，迄个邱老师哪喊你无礼貌啊？当作无看到我，我甲我困起翻来啊！大波浪的代志，你唔免插啦。你讲人，你甲你别笑，我看你是欠了感情笑啦。迄个嫁袂出的老查某，是不是爱着你啊？是想要安怎啦？我叫你提钱，让我出来喊一声，你也唔肯跟我斗三工啊！你讲啊多是要创啥？斗我的钱，那给你赔了了啊！你搁想要安怎啦？恁家的查某人就是安尼啦，做生意有赚钱的时阵就嘴笑目笑，若是做生意了钱哦，就敢若要治恁的性命同款。我的代志免你管。坤哥，大坤哥，你别死啦！一声拢无，你袂晓惊死哦！阿姐，这的批拢是英雄遐下来啊、嗯！阿姐，你若拢无爱回批给伊啦？是谁规定讲我一定要甲回批啦？阿姐，伊是英雄，是咱两个好朋友啊！咱三个人自细汉斗阵大汉。我阁会记得有一届，伊去予人拍着伤，好了后，伊就去做兵啊，念阿科大学，做了律师。也毋过遮尔侪年来，伊还是想着咱啊。好啊，你莫阁提起伊啊，过去的代志我不想要听。阿姊，刚刚以前的代志。你完全放袂记咧，我根本就无想要想起较早的代志。阿姊，阿姊，你真是无爱想回配给伊。你无想回配给伊，伊的生活一定足艰苦。阿姊。She preferred death than disgrace.就问不